空气老师犯规，第一课无实物表演练习，看着我。我现在正在完美演绎一个社畜，在公交车上做人形挂件的真实场景。要观察我，这场动作要领呢就是摆动，且要符合关系。左转弯，右转。你干什么呢？学呀、啊？观察你呢呀？观察什么观察？要练。手放好，抬高。开球了。左转弯，右转弯，加油。怎么了？急刹车了。啊！现在我的手上有一根线，两端分别是你的鼻尖，还有我的手指，我拉哪儿你就去哪儿，懂了吗？嗯。OK。这一刻，解放天性。什么呀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表演这门艺术的基础训练。我百度一下。解放天性，表演艺术专业名词。理性来说，就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影响，人的天性受到了约束，以一种良好的、正确的表演状态投入到所设定的规定情境，表现人物的真实而丰满的精神状态，懂了吗？懂了，但是……但什么但啊？现在闭上眼睛，跟我一起想象，你是一只猩猩。懂了吧？来，干嘛？模仿你的老师，快去！那个，这是什么？猪，猪打滚。我看你像个猪，你见过这么瘦的猪啊？这是狗，狗打滚。哦。霸王龙，前手这么短，肯定是只狂。我胡说八道，这是狐獴。什么是狐獴？丁满，Hakuna Matata。之心，来，请坐。又干嘛？这一位就是你已经变了心的老婆，请尽情释放你的情绪，记住要真诚，要足够有张力。Come on。往哪儿走呢？你老婆在这儿呢。空气老师犯规。别
别急啊，知道如何挽回一个变了心的爱人。怎么？让他重新爱上你。